和汪汪成员们不仅在歌坛上继续发光发热，也在影剧圈以演员身份活跃。原本就是演员练习生的雍胜佑，参与了多部戏剧与电影拍摄，而童星出身的朴智勋，故事演技与自扇巴掌的很近，也让他获得观众的认可。以脸赞闻名的黄敏炫，在《还魂》一二季中演技纯熟的进步，收获剧迷赞赏。将丹尼尔独挑大梁的警校菜鸟，演技表现稳定，也让一般观众表示在预期之上。而尹志胜和裴真映以及李大辉在演技上的表现也十分亮眼。台湾籍成员赖冠霖也参与了多部华语戏剧作品，让网友们称赞除了主唱们，其他成员几乎都去演戏了，大家都很努力，也受到一般观众的认可与好评。